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栏目，我是唐丹。今天还是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2019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的精彩对局。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在给大家讲这个对局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小片儿。这个是我们记者呢，到这个前方赛场呢，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拍摄。中国体育彩票全国业余棋王赛，今年呢是在空港双流啊，在成都的双流进行的比赛。这是棋手们进行一个签到，这是总决赛的一个现场画面。全国业余棋王赛呢已经搞了四届了，应该说也是得到了众多棋友的欢迎。每年23场，今年这半年刚过，我们就举办了120余场。这河北赛区的这个棋王赛决赛呢，总共是有全省的17支代表队，近200余人参加。因为今年这届的比赛哈，人数已经比往年增加了很多了啊，比去年也增加了200多人。我是从10岁就开始下棋，特别喜欢这项运动，因为下棋呢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也是给我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啊带来一定的启迪。在我的人生中变得更精彩，然后呢，它可以培养我的智力和专注力。乐在其中，我们是快乐下棋。我希望他们更多的呢，能够去享受象棋当中的乐趣。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想让他们啊，就用几个字来讲，就是要知礼，啊，懂得失，知进退。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四川分赛区通过12个月的赛程和全省16个市州、100余个棋协组织事业单位，共计举办了209次预选赛，参赛规模达20263人次。双流呢是咱们成都的一个主城区，在历史上有这个2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呢，这个双流然后大力发展这个体育产业，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向我们这个中象协然后争取，做了我们这一次的全国的象棋业余棋王赛的总决赛。给大家参赛的这个情况。这次比赛呢也分了多个组，其中有公开组、老年组、少年组、儿童组。组织者和赛事的服务者，我们在赛事的组织过程中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连续办赛、规范办赛，为象棋业余棋王赛带来了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让广大的象棋爱好者在参与象棋业余棋王赛的过程中感受象棋运动的魅力，去体会象棋运动带来的快乐。还有行业组，四川呢应该是我国象棋事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棋王赛在双流已经深入到了社区、文化站以及棋社、茶社当中，真正把我们的象棋棋王赛搬到了老百姓的身边，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一个赛事。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共同努力，把中国象棋这个具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品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项目，给它走得越来越好。此外呢，还有这个家庭双人组啊，就是说的，男女老少啊，这个欢聚一堂。当然呢，这个最引人关注的呢，还是公开组的男子组。对，因为这个代表这个水平最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选讲的一盘呢，这个公开组，一盘精彩对决。对阵的双方呢是赵攀伟对阵王胜强。本次比赛呢，这个公开组啊，最终呢是来自四川队的小将许文章呢获得了这个冠军。好，我们来看赵攀伟大师和王胜强棋艺大师的这个对局。双方是以对边开局。红方敲正马，黑方也马八进七。红方走了一个流行的马二进一，这儿呢又布成了一个单丁马，然后看看黑方怎么应，来自再采取不同的这个策略。
黑方这招棋选的是车九进一，对，他当时直接就把车亮出来。对，赵攀伟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他呢也是一个纯粹业余的选手，但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呢，现在呢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当然水平也是不错的。他也代表四川队呢参加了这两年的象甲，特别是去年呢作为主力成员呢也荣获了象甲冠军。他的对手呢王胜强呢也是来自四川的业余好手啊，也多次呢在业余赛当中呢获得佳绩。这盘棋呢王胜强呢也是给对方呢制造了很多的难题啊。我们接下来看红方炮二平三呢，这招棋呢就说走得比较紧凑，逼迫对方呢定型。对，正好这个局面下，是不是黑方常见的走法应该马七进八，就是赖马封车啊？这种打法呢，你说的这个一点不错。赖马封车呢是比较好的思路啊。但是这个阵型呢，实际上下的并不是很多，因为黑方走车九进一就比较少，是一般是走补象啊、跳马比较多。嗯，黑方这个马七进八呢，最主要呢有一个理念在里边，就是说封住红方的车，不让红方的这个车啊能够迅速投入战局。对，这个呢也是一个在布局的理念上的一种较量，就是说看黑方敢不敢走，是不是比较顾忌红方兵三进一这种手段。那黑方就可以补个象嘛，补个象七进五，嗯，这个也关系不大。补一手，对，表面上呢，黑方虽落一些后手，但是这个阵型呢，对黑棋无碍，下步棋黑方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退回来，将来这马八进六有角啊，所以说黑方如果走出马七进八呢，应该是最具对抗性的啊，或者说呢，这步棋呢也是当前最好的走法，相对是不是比较积极一点？因为他实战他这个走的是象三进五，对，这样让红方可能很顺利的就把对给开通出来。所以说在象棋的对阵当中呢，啊，像这种棋呢就是一下脱离棋谱了，对，打中局，如何呢破坏对方的计划啊，力争反客为主，这是黑棋呢应该去思考的。是，但是王胜强呢尽管这个实战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但是在这个理念上呢还尚有一点的啊不足。这样呢红方车一出来，明显红方就占得了先手。对，那么黑棋跑八平九。所以说刚才红棋呢除了炮二平三这种比较紧的这种攻招以外，也可以柔性的向三进五，当然另有变化。这个棋呢应该说红方就比较满意了啊，因为毕竟黑方这个炮八平九呢被红方捉了一下呢，再回去呢就这两回合的交换呢黑方还是亏了。对，红方接下来啊迅速呢拓展子力，这也是好棋，黑方也只好接受啊。对，直接一个先弃后取，红方再抛进二。对，这个棋黑方来不及卒三进一啊。卒三进一是不是也怕红方有炮八平九？对，我们给大家简单摆一下啊。这样子，就说本来这个对卒呢是局部的一个好棋，但是最主要红方有这么一个平炮打车，黑方呢就是多少有点尴尬，他还得马二进一跳上来。炮二平一的话，这个马还丢着，对，所以只能马二进一跳。这儿红方车九平八也是先手啊。对，黑方呢感觉这个子力啊有一点飘摇啊，是特别边马没跟，怕将来这棋一旦走不好呢有丢子的危险啊。对，所以这个地方呢黑方就接受了马二进四，他就不再送卒。红方顺利把这个卒先弃后取打掉。黑方在黑方这时候再卒三进一，对，就希望下步赶紧车平三亮出来。这个是自然的。红方接下来他走了一个马七进六。对，如果拱掉对方车平三，他可能觉得不是很理想。黑方的车出来的速度也挺快的。这儿黑方卒三进一拱掉。对，他实战是卒三进一吃掉。对，打掉。这儿就是说整体上红方的位置呢还是要好一点啊。对，子力比较开朗。黑方呢暂时呢不好反击，然后黑方走车一平三，是车一平三。这招棋呢红的就是走的比较有意思了。正常来看呢应该是象三进五或象七进五啊，象七进五可能是最稳，因为这个边马有跟，将来再马一进三。但是他走了一个象七进九，他可能就是想保留这个
将来平破大局。但实际上呢，不能说不好哈、啊，但是说的就是阵型呢稍显有点松散、啊、嗯，那接下来黑方走了一个炮进三，对，黑方这个走法也挺飘逸的，嗯，然后双方都是有一种摆阵地战的感觉，对，就照这个局面下，是不是就是挺没有方向感的呢？就棋手们大家下棋的时候，应该是关注点是在哪里？这个棋啊、嗯，就是进入了一个散手战，嗯、双方呢要力争先手，嗯，一个是想办法把自己的阵型呢走得既灵活又结实啊。对。那现在呢，红方呢就是选择了这种灵活飞边象的下法，然后他是想争取一些先手。目前来看，红方呢走的也是不错的，他炮七退四。嗯。接下来黑方呢，为了处理这个二路炮的问题呢，他走了一卒五进一。嗯。他想再卒五进一呢，先手充足，另外有这个马七进五活动的空间。对，他这个炮二进三连续的这个，嗯，思路也挺蛮有意思的。炮二进三再卒五进一，居九平八。嗯。你要再卒五进一呢？那肯定就不好了啊，这个白丢卒了。对，那可能直接交换了。黑方在车三平二，嗯，他保留这卒五进一的这种对峙，嗯，啊，红方马一进三还是不给他机会。对，这也只能马七进五先跳上来。对，嗯，然后红方进车二进六。这个红方呢，应该说走到这儿啊，嗯，开局还是比较顺利的啊，拿到了先手，毕竟黑方这个子力呢，嗯。要比红方呢，啊，略弱一些。对。他走马五进三。嗯。黑棋马五进三。对，他实战是直接马五进三跳上来。嗯。走到这儿呢，可以说是双方进入了这个中局的这个战斗啊。对。黑棋呢，刚才我们说，尽管稍弱一点，但是他也在逐步的向前推进。特别是这个地方呢，有马三进四，有卒五进一啊，有这些手段。那么红方对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啊，要严阵以待啊。实战当中呢，这个赵攀伟啊，走了一个车二平六。嗯，他车二平六可能也是想要先稳住吧。以后黑方马三进四的话，我这个马一动还能吃你的马呢。嗯，但是车二平六呢，这招棋呢，他没有注意到黑方接下来有一个啊以退为进的好棋。对。那所以说红方的这个棋呢，应该是走环架中炮。来瞄准对方的中卒，这儿红方呢，可以呢确保，啊先手，因为这个棋下不棋，我就很有可能把你中卒打掉了。你这个卒五进一本身也不成立。现在是谋求物质力量。对，我就可以把你蹬掉、嗯，你这个白送。嗯。你说你马三进五，这儿我拱你也不好，打你也不行、嗯，但我可以先砍你这个炮。这儿呢，黑方，哈、啊、不能车二进五。我这一将底下还有楚将炮平八什么的，嗯，这个棋红方呢就是稳占优势，嗯，所以说红方炮三平五呢是好棋，可以把对方这个中卒呢，啊直接逼住，然后将来可以打掉，嗯，而这个车二平六呢这招棋呢，效率呢有点低啊，那车二平六他以后有什么炮再炮三平五炮三平六这种想法？但是这个动作呢？稍微的有点啊迟缓，嗯，给了黑方的一个从容的调整机会。对，这时候也是黑方很关键的一步棋。嗯，那好，那到底黑方这个棋应该怎么下呢？我们稍后呢再为大家呢继续讲解。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看王胜强之后对阵赵攀伟的精彩对局。黑方呢，这个时候呢，走了一个炮二退四啊、嗯，这招棋就走得非常好，可能是红方始料不及的。嗯，因为下不棋马四进二，又要登车又要打车，这个棋红方这个车这个位置就尴尬了。所以说呢，红方这个车二平六呢，是帮了一个倒忙。好像看似是一个牵制车马的这些好棋，那实际上它这个退炮是一个对，嗯，很精妙的一个构思。对，以退为进、嗯，从这开始呢，黑方就获得了不错的反击的机会。嗯，那红方还得赶紧躲车啊。对，他就车六平一把这个边卒杀掉。嗯，
我们看这个车啊，走的这个步数呢就过多了，嗯，就是显得有一点重复惆怅。那黑方还是得马四进二，对，就先把这边。由于红方上不棋，走这个车二平六啊，本身效率低，他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呢，可能就会起到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他接下来这个对阵的招法呢，也显得呢不够冷静。嗯，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红方应该忍让，就把这个车啊回来算了，也关系不大。嗯，因为你卧槽马，我将来还有车九进一保，你这个马暂时也无法对我起到真正的威胁。主要红方是不是他这个双车双马的位置也比较好，就是双马的位置比较好。就是，那个呢是一个配合的问题，就是这个棋红方啊就应该索性避开。但是从心理上可能不太接受，就想着还是平炮交换吧。对，实战呢，红方是走的平炮，最主要是给了黑方马三进四一个绝对的先手。这样呢，整体上来看呢，黑方呢就是有大局反攻之势，红方的这个棋啊，后防呢告急。对，黑方马三进四，走得很紧凑。嗯，那红方也只能炮换炮了啊。他是不是炮八进四稍微？好一点，嗯，好一点也有限，但是这个棋，总之这个老将给你握上来的，嗯，还是非常危险的。主要想着炮八进四，如果你交换了，我正好车八进六，我能车吃到这个位置上。可能进四要比实战好一点。对，他实战是直接进行一个交换，对，这个可能在步数上，可能后面大家能看到有一些区别。黑方先给他一将，嗯，红方上帅，嗯，黑方车二进一，车二进一，嗯。然后呢，红方这个时候呢，也是处理的呢不是最好啊。对，他应该先进马蹬一下好一点。这儿黑方的车呢，啊，还没有那么强的威力。如果你车平这儿，我正好退我先马，对吧？嗯。你要炮九平车对，我就把你对掉。这个红方呢，稍差一点呢，还不是特别的要紧。嗯。实战当中呢，红方呢又是走了一个车八进六，看起来呢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嗯，但实际上呢这个阵型啊还是存在很多潜在的危险啊。对，黑方现在从这里开始应该进行一个反攻了。对，他走车二平四，嗯，然后红方还是得车一退二保住这马不能跳，跳底士丢了，底士丢了，这个确实怕双车，只能后撤。嗯，黑方车九平七，车九平七这又是一捉，嗯，他还得马三退五回来。对，黑方，他肯定马三退四将进去，必对，嗯，然后顺手就把这底象砍掉了。对，黑方呢，确实呢也是绿林好汉啊，嗯，走得非常的不错啊，就是先手把红方这个底象呢斩掉了以后呢，嗯。红方这个后防呢就顿时呢迸溅紧张啊，因为下步棋这车七退二太厉害了，这一捉这个马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红方无奈他只好升炮呢来护住这个点。对，他炮七进二，对，等于黑方呢再次拿到了先手。嗯，那么黑方就选择了一个车四进二，非常简洁的通过对子来进一步呢拓展优势，这个也是一个好棋。对，那红方也只好接受啊。他如果回车的话呢，这马二进三以后也连上了。这车四平六也很厉害啊。嗯，这还有蹬中士，你补士我就把你蹬了。对，双车就双车错。是，所以赶紧先把车对掉。红方只能对，这个是没得选啊。嗯。这儿呢，黑方这个两个马呢，啊，也对红方这个子力啊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控制能力啊，所以这个棋红方。已经很难下了，他红方这时候再车一进二，再继续捉嘛，嗯，就这个棋就是红方已经找不到特别好的方案了啊。对，可能相对来讲，嗯，马六退四要稍微顽强一点。嗯，这个马呢退到这儿来主要是不给对方将来马四退六在马六进七的这个手段，他先捉一下啊，嗯，就是说回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要回来，就是防止他这个马六进七。对，啊，但是黑方这时候马四退二好像也可以。嗯，这个呢倒不是关键，因为黑方走哪个都可以。对，嗯，这个不是起到最终啊决定作用的这个招法。主要是一个多项的一个优势，一个对阵阵型也是。嗯，黑方比较有潜力啊。嗯，那么红方呢看到这个阵型啊已经不好了，
他索性就不补了，他就拍马过河呢，跟对方呢寻求对攻啊。嗯，这个地方呢就到了一个中局啊，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唐丹，你后来看这个棋的时候，你感觉黑方走哪招最厉害啊？就走到这儿。我的第一想法吗？对啊。我当时后来看这个棋，主要他现在红方跳马有两个想法，他一个有马七进九，而且他有马七进六这种偷袭手段，同时他还暗含着以后赶紧车平六过来捉马。嗯，所以说，我当时想着就是赶紧让这个两个马能够连起来，能够怎么连上啊？对啊，所以我就想着先把中兵弃掉嘛。哦，对啊，就是这个含义，就是弃掉意思就是你吃掉以后，然后我再马六进七这么一蹬。嗯。然后呢，就是说以后呢，马把兵蹬掉，两个马以后随时可以连环，同时马跳上去以后也防止了你马七进九的这么一个这个攻杀的手段。嗯，七成卒呢是比较好的手段。嗯，对，而且你现在也没有车平六捉马的棋，捉马我有一个马四进六将，弃马将，嗯，然后再马七进五蹬双，嗯，双马连结啊，这样就下成车马炮，这个对车双马多一个象的一个优势残局。对，嗯。这个棋呢，应该说确实这个拱中卒是比较厉害的。嗯，主要的最终的含义就是红方这个四路马有点太孤单了。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没有形成一个攻势。其实这个棋啊，拱中卒当然是很厉害啊。嗯，就是说如果真是拱中卒没有想到的话，其实就是黑方走炮九平八也是占优。哦，直接这么一个平炮。这样，如果你马进六，我就马六进七，也是红方占优。嗯。对吧？你车平二，然后我把车躲开，来吃你边兵。对，这个棋也是红方呢比较难下，但是这个走法比较温柔。嗯，直接拱中卒呢是更加强硬啊。对，当然照这个棋，只要红方的这种反攻的一个形式没有被化解掉以后，那黑方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动权的形式，尤其是马七进六、马七进九这两个点。赵邦伟呢，他是攀枝花人啊。嗯。这个攀枝花呢，实际上离这个云南就很近了啊。嗯，它是在这个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攀枝花呢，这个赵攀伟啊，他这个名字带一个攀字儿，哦，跟他的这个家乡啊攀枝花是有关系的。这个攀枝花呢，是当年的这个出这个钢铁啊，嗯，这个是周恩来总理呢亲自给定的名，因为他当地出这个攀枝花啊，出这个花。嗯，那这个赵攀伟呢，在当地呢，就是逐步崛起啊，可能是给这个众多的业余好手啊，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心理压力。嗯，因为赵攀伟在前年的县代联赛当中啊，曾经一鸣惊人的战胜了第一蒋川，第二王天一，这两个绝顶高手都被赵攀伟砍掉了啊。所以说呢，赵攀伟参加这些业余赛呢，确实呢，对他们从心理上呢还是有相当的威胁。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黑方呢就显得有点局促。这个招法他为什么没有走出来？这卒五进一呢确实也有一些难度啊。或者像您说的这个炮九平八，还是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攻路线啊。炮九平八呢也比较简洁啊，也是没有问题。嗯啊，因为卒五进一拱了以后他还可以炮九平八。对，这个时候也可以，然后他再补士。如果你再吃兵，他再跳出来，这个也很厉害。嗯，哦，这是底下将军，这个，将我在落士，啊，落士炮一将就上将，上将都可以。对，嗯，这个地方就是黑方子力活，他主要这个马左右逢源，给红方呢巨大的威胁，而且你还不好赶走，啊，是。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黑方呢，如果细研究起来，确实有很多手段，啊。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多说几句呢？就是说黑方啊，你要有这种进攻意识，就是说这个前沿的马很有威胁，怎么配合后边的子力，有多种思路可以供参考。但是实战当中呢，黑方呢就走得过于的唐突了，他走了一个马六进七，直接上马。对，这招棋呢，就是说的看起来是一个先手，但是计划呢不够长远。被红方车平六一捉，这个马呢没路了。对，这个马还挺尴尬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走。那只能马四退三。对，啊，这个也是正确的。嗯。然后红方象九进七。象九进七。啊，这个地方黑方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嗯。
这个地方既然这个马不好，就应该再回来。其实他这么回来，好像也是黑方很不错的一个局面。黑方还是多项占优嘛、嗯。对。将来我有炮六进一的打啊，还有车一退四的捉等等，肯定是还是黑方多项好下。对。然后这个时候呢，黑方就显出有些急躁了。他就马七进八，飞象以后，嗯，来去反牵制。他有点想要太急于求胜，或者走得太招法太急。那么红方呢，顺势就把自己的阵型呢补后了。嗯，那么在中局的较量上呢，黑方的呢，本来是优势的局面呢，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结果呢，被红方呢顺势拔解了他的攻势。尤其这步有个炮七进一，先打马。炮七进一呢也可以，另外也可以车六平二啊。对，炮七进一，黑方最顽强的还是应该走车七平八。是，就是先保住。对，这样呢，让红方呢还多少呢有些难度，因为你如果再打的话呢，就跟你直接打一样。对，我得吃你，还得躲开。就这个地方呢，我还是多少呢有一些反击的手段啊，比他实战结果呢要好了很多。可能弃子还有一点的一些攻势，还有反击的手段，对。但他是这么一打以后，他直接走了一个马八进九。我们这儿呢，就比较明确了啊。黑方这个子力都分家了，这个打仗啊，最怕分兵。是啊。这个毛主席不是说嘛，这个一个拳头主义啊，得集中力量打。你兵力一分散，你就不能形成合力了。对，看来黑方就是从中局这个对攻的这个，就是中局缠斗的一个局面下下得很精彩，但是在这一块处理得不够好。就是说红方呢，在进一步推进的时候，显得呢有一些的啊毛手毛脚。对，所以大家来看这个棋，就到这里少一个子以后，应该就是基本上是红方是一个胜势的一个局面。后面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它一平，它是僵了一下、啊，僵了一，它主要这个使不上气儿。对，你就回马，他就在补士嘛。你去平，让他退。这儿等于红方呢，红方而且还有攻势，啊，还有一气。这儿等于红方呢，这个物质上太雄厚了啊。然后一平，这就补一个士，然后他就在炮八平。这样红方的子子都有根了，他居二平三。捉，他居二进一保住也行。对，他是，哦对，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先退回来捉了一下，捉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大家就先捉了一下，然后他跳上来以后，然后他炮九平七，然后他平。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马九。对，这马五进四也就都防住了。黑方十四进五，然后红方炮八平五。他居二退四。居二平三。那就回马。居二退二。居二退二，他退马。这个他应该把四退五更好啊。他这段先将吕军，然后不是，然后吃兵。由于红对炮进一，这样红方多一个子，总归还是一个胜势的局面。退马。平车叫杀。出现了。他就蹬了。如果你吃炮呢，他吃炮的话，这一将在马五进六也是一胜势。他一吃。然后他车八平四，他正好有这么一个好棋，确保多子啊。现在还是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更简明的多子胜势的棋，然后一平，这里也给大家简单的摆一摆。行，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都摆完了吧，因为这个棋呢，红方呢，你看他是多子得势，那么最终呢，红方是车马兵战胜了黑方的车卒啊，单缺士，总之呢，这个全国业余棋王赛啊，还是给我们广大的业余好手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武的平台。对，通过这种全国啊到这个省还有这个市县这种逐城的角逐呢，很多业余好手呢都能够登到全国最终这个舞台。那么也希望这个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呢越办越好。能给我们大家提供更多的参赛交流的机会。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